你真是才貌双全，冰雪聪明。能有解决的办法便好。你好歹吃点嘛。那就让我吃，那我便吃。相哥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卧房有鬼，我好害怕呀。你的公事能比你娘子有意思吗？行，那你明天也别回来，你去跟你的百姓过日子吧。我是说，如果你的娘子我帮你筹到了1000贯，你该怎么谢我呀？哎呀，学堂的事儿你就相信我好了。学堂的事都听娘子的。嗯，相公都听娘子的。